2023年6月29日。咁因為如果要開始錄嘅話咧，咁啊睇新聞嘅時候咧，用翻幾分鐘講一講呢個即日嘅股市狀況。咁大家覺得奇怪，點解我會打到領體啊？大熱天時啊，20-30度，因為我要代表客户出庭，咁啊打啲移民官司，咁啊啲主要係難民及保護啦。咁變咗就係、是、禮貌上必須要打胎，點解過多一個鐘頭到咧就要開庭？咁啊，所以錄短短。幾分鐘，互聯網你要係真係其實個成功因素咧，我一路都有，我知嘅。咁但係你要配合翻自己生意，咁就係話，其實你如果係要係喺 YouTube 度咧，係要儲一啲叫做多啲嘅觀眾，或者想多啲人睇咧，第一樣嘢就係要做定時定候，定時定候。咁呢樣嘢一路咧，我哋好難做到，咁但係好希望咧。我希望八月到咧可以即係回復正常，咁而家咧慢慢朝住八月走咧，咁有啲時間適應啊。咁同埋咧就係、是，就算我睇到啲市況，咦某隻股票可能會升喎、哦，咁你有啲朋友就話：，喂咁係咪要入咧？咁冇錯嘅，普羅大眾係咁諗嘅。但係我做法咧就係話，我呢兩年喺或者三年喺疫情嘅時候咧，我就比較懶惰，我就用普羅大眾嘅方法，唉好啦買升算啦，抌低喺度咧，蝕咗4%到5%，蝕咗嚇。所以咧，我自己個人咧就唔用普羅大眾嘅買賣方法，咁啊用我自己嘅方法。我自己的方法咧就，如果係早期跟開我嘅會員都會知道。咁然後咧，我會即係堅守自己嘅買賣原則。咁啊，嗰個買賣原則好喎，我枕住每6個月一定有8%到10%嘅進帳至少喎。OK， 買淨係買升咧好大鑊。咁所以咧，我講一講呢個市況先。面前呢個就係道瓊斯指數嚟噶。咁道瓊斯指數咧，我上日就畫咗個框框，我話8-10都喺個框之內噶啦。咁雖然呢個框咧都幾大個框啊，紫色部分。咁但係大家睇到啦，就係34098咧，咁就係喺框裏邊。同埋我都講咗話，佢喺個框裏邊，但係呢個7月8月咧，歷史就係咁噶啦，多數都係向上多嘅，佢會向住個框嘅上面進發，有機會穿出個框添噶。但係到9月底啊、10月就會回落嘅，啊呢個係經常性係咁，年年都係咁，咁啊所以我唔排除今年都會係咁。咁變咗你見到嘅咧嗰個走勢嗱個鼠標喺度啊，如果你手機睇就比較難睇啲，係即係向住呢個長方形嘅頂部。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有朋友問我一隻股票 Adobe ADBE 好似係啦啊，咁我都嚟咗講俾你聽。Adobe 的情況，他問一問，值不值得買啊，或者好不好啊，分析一下，這些都是，喂，他問親那些東西是很熱門的，即其實我們公司都在用的。這隻東西，唉，就是 PDF 的 file， 要打開的時候呢就要付錢他。咁你俾錢佢咧，可以改啊，改 file 改成啦。以前係免費嘅好多時候，而家咧就要係每月月費。咁仲有交咗月費，一個 account 就用兩個 user 嘅啫。咁我哋公司嘅人多咧，就要俾兩三份錢。每一份錢嗱，平均嚟講咧，一個 account 大概係20-30蚊一個月一個月。咁你如果公司多啲人嘅時候，你諗下嗰個加幣計啊，因為全球性，你會賺幾多錢咧？係嘛？所以咧，佢亦都係長做長有嘅。只不過咧就係話。生意好，啲人咪訂住佢咯。生意唔好嘅時候，咁點啊？咁咪用 Google 啊，用啲免費嘅咯，明唔明啊？所以咧，當經濟開始復甦 ，Adobe 就有運行嘅，明唔明白？譬如我疫情都冚冚聲又冇生意嘅時候，我點會仲要 subscribe 咧？梗係暫停啦。你可以每月供，下個月又唔供噶嘛。所以睇到呢個勢咧，喺舊年即係。嗰、那個經濟唔好嘅時候，你咁跌，咁咪就解釋咗咯，係嘛？所以你解釋呢點嘅股票嘅時候咧，一定要理解咩咧 ？fundamental analysis 或者 economic analysis， 要知道嗰個社會嘅狀態，明唔明啊？同埋呢只嘢嘅特性喺邊度啊？咁你咪容易分析咯。好啦，近排嗱，你見到佢咧嗰條咁嘅下降軌喺度啊嘛。它穿嚟下降軌喺呢度開始，喺2023年2月開始穿嚟下降軌，但係嗰陣時咧經濟都仲唔係 inflation 係好高啊，而家都仲好高啊，咁所以咧佢係打橫行嘅。而家佢再突破咧，係因為投資者覺得，咦差唔多咯，嗱 inflation 都可能見頂，明唔明啊？嚇係咪同呢個美國嘅聯邦儲備局 OK 或者好多基金所諗嘅差唔多？
inflation 通貨膨脹可能見頂噶咯，而家開始應該回落噶咯，咁經濟開始應該有起色噶咯，即係我哋因為 unemployment 一路都唔係好高嘅 ，unemployment 真係好穩定。咁但係通貨膨脹如果係我企穩嘅話咧，咁大家供樓啊、供屋啊、借貸去做生意咧就冇咁辛苦。咁當大家都有呢個 concept 嘅時候，喺今年譬如五月喺五月份嘅時候覺得。inflation 下面嗰個可能會見頂，亦都話可能 interest rate 咧就未必會加啦，未來就算加少少嘅啫，應該差唔多都見頂。你再 interest rate 再加上去，好辛苦啊，大家好難做生意噶嘛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佢就會感覺而家係時候生意要真係要復甦啦。Adobe 就係春江水暖鴨先知，呢只鴨就係 Adobe。明唔明白？咁下一個問題咧，啲人話升，咁你知道佢升啦喎，開始嚇，升到邊度咧？咁樣樣咁啊，容後分解啦。仲有第二點，升係咪 Eric 一定會即刻衝入去買咧？唔係，我解釋一下。舉個例，蘋果啊，蘋果一路咁升啦。原來喺我哋呢啲叫做股票嘅左擊手嚟講咧，即係我哋叫做老謀心算或者係經驗老道嘅話咧，越升就越唔入市。我等幾時啊？我等佢跌。明白嗎？因為它升要很長時間升那麼多，但它跌呢，它兩天一天就跌一半或者三分一，那我當然我們這些沒什麼 patience 的人當然是倒啦，明白？因為更好的股票都不可以一直直升上去的，都是要升下跌下升下跌下，那等它那個跌的浪呢，我們就沽什麼時候呢？不是現在，因為現在還有其他事情在做，那我都跟那些老友交代了，我一路而家開始觀察，咁啊，然後到八月先入市。咁你話哇，使唔使咁耐啊？哎呀，金融喎、啊，你明唔明白？如果你稍為掉以輕心啊，都死啊！所以我而家用由而家六月開始啦，慢慢去即係摸翻呢個市場嘅脈搏，然後咧再去入市咧。而家我入市都唔係為咗賺錢，賺餐飯仔啊嘛，所以咧變咗我啲冇乜壓力。你要贏個大市，第一個要決就係、是。反其道而行，第二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貪念，記得啦，